早餐大比拼。妈，爷爷早，爸爸早。棉花糖早啊！早早早，我要先走了。哎哎，不吃早饭了，来不及了。云朵妈妈，今天早上吃什么呀？三明治和牛奶，稍等，马上就好。每天都是三明治和牛奶，我都吃腻了。棉花糖，要不爷爷带你去吃肉包子？好啊。早餐来了。嗯，人呢？棉花糖和爷爷怎么都不在呀？嗯，米花，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？爸，您怎么把棉花糖带到这儿来了呢？我云朵妈妈，我和爷爷来吃肉包子啦。可是妈妈已经做好早餐了呀，棉花糖乖啊，跟妈妈回家吃三明治。包子有什么好吃的呀？哎，三明治就是面包片夹生菜，凉乎乎的。哎，热腾腾的包子才是最好的早餐吧？也不一定啊，三明治里面有火腿，有蔬菜，有鸡蛋和番茄，营养均衡。包子里也有啊，韭菜鸡蛋馅儿，胡萝卜羊肉馅儿。菜带肉都行，西式早餐好，西餐里的奶酪有助于大脑发育。中式早餐好，芹菜有助于大肠蠕动。哦，别争了。嗯，就是嗓门大有什么用啊？有本事咱们比一比，中式西式早餐到底哪个好？我可卖了十几年早餐了，还怕你？比就比。哦，要比赛喽，我来做裁判。我现在就是美食评论家，早餐大比拼现在开始。鳕鱼披萨选用深海鳕鱼，搭配上好乳酪和虾仁碎，颜值高，营养价值更高。鲅鱼馅馅饼，大块鱼肉，香得让人口水直流。合适合适，都好吃。都好吃可不行啊，还得比。新烤的巧克力蛋糕，早餐那需要热量，甜品最适合不过了。美食家棉花糖，快尝尝。南瓜发糕，吃粗粮是养生之道。这巧克力蛋糕有点太甜了吧？哎，看吧，你的早餐有差评了。这发糕没什么味道。看吧，没味道还敢说是好早餐，竟然是平手。再比，今天一定要分出胜负。好的早餐需要更多人认可，那就来看看谁的早餐卖得多吧。卖早餐喽，蛋糕、牛奶、鳕鱼披萨，营养早餐带给你一天的能量。鳕鱼披萨，我的最爱。油条豆浆大肉包啊，不吃早餐饿得慌哟。来笼包子，我要两根油条和一杯豆浆。我免费派送巧克力蛋糕，免费谁要？免费派送啊！巧克力蛋糕我也爱吃啊！你免费我也免费，不仅免费派送包子，还搭配豆浆啊！免费的，我来一份，来一份，我也来一份，我来一份，我来一份。什么都没了，这下更分不出胜负了。其实啊，你们根本不用比，管它西式中式，只要营养均衡，好吃就是好早餐。棉花糖爷爷说的对，我们这样比来比去也比不出个结果呀，简直是赔本赚吆喝。云朵妈妈，我们停战吧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好，现在我宣布中式早餐和西式早餐平手。云朵妈妈，那以后我们早餐到底吃什么呀？以后呀，我们每天的早餐呢要换着吃。今天呢，咱们就吃包子，明天吃披萨。太好了，董二哥，包子来三楼来了，刚出锅的新包子。
中秋节。嗯。啊，马上中秋节就要到了，尝尝我做的月饼吧，味道好极了。我吃月饼啊。每年中秋都一样，吃的月饼也一样，没啥兴趣。可惜了这么美味的月饼。有什么办法能让大家对中秋和月饼重新感兴趣呢？我有主意了。终于找到了我珍藏的汉服了。真是太美了。真香啊。晚饭马上就好，你浇完妈妈卧室里的绿植赶快下来吃饭哦。这裙子粉粉的真好看，不知道我能不能。这也太奇怪了。棉花糖，妈妈有个想法，想听你的意见。我打算穿着汉服去烘焙店推销月饼，就是挂在我衣柜里的粉色长裙子。妈妈给你也准备了一套，棉花糖，你穿上的话肯定会特别漂亮。这个主意不行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汉服太难看了。我还以为棉花糖会支持我呢。好漂亮啊。他们议论什么呢？肯定是觉得妈妈穿汉服很奇怪，她非要这么穿，要是回家哭鼻子可别赖我。米花，咱们回家吧。云朵阿姨穿汉服可好看呢。大家好。云朵阿姨穿着汉服，我知道，很奇怪嘛。我早就跟妈妈说过这样不行，不信你们问米花。不是，棉花糖，一点也不奇怪，我们很喜欢，我妈妈还要给我买呢。就是，谁说奇怪了？云朵阿姨穿着汉服做的月饼更美味了呢。我妈妈穿汉服肯定更漂亮，不过云朵阿姨也很漂亮。棉花糖，你看云朵阿姨多美呀。我还要试吃月饼。关于汉服和中秋啊，我还是懂一点的。汉服啊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服装，中秋佳节是传统节日，云朵把这二者结合在一块儿很有意义吧。云朵妈妈，你的主意真不错，月饼销售一空，还接了不少订单，咱们有的忙了。我呀还有主意呢，我打算给新做的月饼印上传统图案，还有我呀准备印桂花树。我觉得还得印上穿汉服的仙女儿。孩子们的提议很好，另外我还想在中秋夜举办穿汉服品月饼的活动，让中秋节过得既传统又有意义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好啊。妈妈，其实汉服真的很美，我那天说难看是因为原来是这样啊。好了，误会解除了，出门过中秋了。